直播吧8月6日讯，根据知名薪资专家 Bobby Weiner 报道，休斯顿火箭有意提前续约他们的最佳第六人埃里克戈登。在2015年夏天，休斯顿火箭队是以一纸4年5300万的合同签下了圆脸灯。在火箭队的两个赛季，圆脸灯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，并获得了2016-17赛季的最佳第六人。圆脸灯的这份合同还有两年才到期，但是火箭队有意提前续约，而根据劳资协议，在现在剩余的两年$2760万的基础上，火箭最多可再向戈登提供一份三年将近$5470万的新合约，也就是总计约为5年$8230万，平均年薪约为$1646万。